但是我要看。亲家，这是军事行动，你人不。龙副官，到。叫手下的人做好准备，动作要轻，有枪攻。是。是。哎呀，秦教公啊，对不住对不住，我来晚了。你都好吧？张某啊，对手下管教不严，让你受惊了。起来起来，都坐。师父师父师父，张司令，快点，他们这是要站好了，举枪。张司令，他们都给你卖过命了，还都是孩子呀！师父，师父，救我！开枪！他们有什么错？这都是被逼的呀！秦教公，你已经被困了两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走。
李慧啊，你现在跟子楠在一起了，你想没想到过以后？您叫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。阿爸是担心你，你跟子楠结婚了，就变成张司令家里的人，你也知道张司令、子楠都是行伍出身。我听你李霞叔叔说啊，现在外面的世道很乱，万一乱世之下出了危险怎么办？ 阿爸是担心你。阿爸，你说的这个我都明白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阿爸，我现在呀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阿爸也是这么想。阿爸，有件事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？ 什么事啊？就是张司令，他天天都催子楠，让他盯着您那个《万里江山图》。子楠碍于我的关系，就不好意思催您，所以你能不能就当帮子楠，快点把它修好？真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！啊！ 这刚出嫁就胳膊肘往外拐啊！阿爸，您净取笑我。我觉着这万里江山图吧，跟我们廖家的四扇屏有很多地方非常相似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很多技法连六合真谱上也没有记载。我感觉他。 更像是哥哥流派的师傅共同完成的。这件事是张司令找来的。他这个人嘛，凡是他经手的事啊，都要牵扯着巨大的利益。我也担心，不管最后修复的成功还是失败，只怕都有问题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我先想办法修复万里江山图吧。 秦教官，张某今天来是想询问一下实情。你对修复这个万里江山图有没有信心啊？尽我所能吧。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我没法答复你。修复这个万里江山图，对我张某人是至关重要。 这个好像也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。嗯，哦，修缮的费用我已经带来了啊，我张某人也只能做这些了啊，还望秦家公多多费心，拜托，告辞。 书稿啊，可以整理出来一部分，就先给我一部分，我就可以一边校对，一边就刻板了。这个东西呢，仓促不得。我觉得，出书立说啊，对后人来说，它有一个参考价值，一定要做到专业、严谨、精准无误。我们得把祖宗们留下来的这些精髓传下去。 你正在修复的那个万里江山图，那如果整理出笔记来，够很多人学一辈子的。万里江山图啊，我做了几套方案，目前都不是太理想，具体能不能修，现在还不一定。大家伙向右看啊！好。最重要的是要保质，按期交货，到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。好。
掌柜的回来了。啊，娘，我回来了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出什么事儿？我要是告诉你了，只怕你脸色更不好。怎么了？最近这两天，商会的家具订单少了很多，这商会的这些商户们都吵翻天了。这事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那你可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少爷不愧是大少爷，还是那么洞若观火呀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谈合作的。跟我合作？对呀，大少爷，如果咱们合作的话，我相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国内的市场，至于赚到的利润我们对半开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拿县长的官职来盘剥大少爷的利润的。大少爷，您觉得如何呀？刘先生这个提议真的好。是吗，大少爷？那您是同意了？哎，罗丹，我们工坊是不是下午有一批木料要进来？啊？哦，对呀，对呀。来了吗？来了。走，去看看就走。走走。哎，你不是大少爷？刚刚回来。不是，大少爷。哎，你说这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白？啊，不想跟你合作呗？这不说这是好事吗？李兄，哎呦，戴兄，啊，这样啊，快坐，快坐。这么久不见，去哪儿了？哎，你就别问我去哪儿了。我这次来啊，想和你聊聊。放眼当下，国民党兵强马壮，你何不看清局势，替国民党做事？戴兄啊，你呀、做你的官，我呢开我的报馆，但我也劝你一句，不要被眼前的表象所蒙蔽。我眼睛看得远，我知道你以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，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小心，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你看着办吧。谢谢戴兄。行，走了。
廖大师，辛苦了啊！司令派我来看望您。遵赵司令说，修复工作虽然繁琐，但是廖某已经琢磨出一些窍门了。廖大师，有话请讲。司令说了，只要廖大师能修好万里江山图，我们一定人力、物力全力配合，期限呢？ 是2个月。如果廖大师修不好万里江山图，司令发起火来，我们也不好拦。廖大师，您能明白吗？刘副官，请转告张司令，廖某一定会尽职尽责地修复万里江山的。但是，关于期限，廖某实在不敢保证。 好，这句话我肯定传达给司令，那就先不打扰，告辞。苏哲，别分神，接着干活。哎。 当家的，你说这万里江山图啊，真的是集合了京广苏仙四大派系的雕刻一起完成的吗？啊，我也是刚研究明白。牡丹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现在是不敢轻易下刀，因为万一弄不好的话，伤了这幅万里江山图，再难修复了。我想等你把京广苏 三弟的大师请到兴化以后啊，我们一起商榷，共同下刀。你考虑的真周到，那我走了，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觉得你出去以后啊，这外面兵荒马乱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说实话，就你这脾气啊，干什么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做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我知道了。 你怎么跟我娘一样，拿我当三岁小孩了？要是你呀，真的要提防着刘天秋，他如今当了县长。你又拒绝了他，我就怕他给你找麻烦。我现在正在替张司令修复万里江山图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就算是他想动我，也得等我把活干完了再说吧。啊，别瞎说，我看他不敢。来，走吧。好。 回不定啊！回不定啊！处长，都调查清楚了。兴化地区的共党联络员是李霞，我们盯着的共产党都和他保持单线联系。情报准确吗？准，都排查过了。
师傅，师傅，你们看谁来了？玉霞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这是，大哥。 一群废物，那么多人提前让你们布置好，抓了一晚上人都抓不着。你们情报干什么吃的？马处长，那两个人一定是新来的，我们暗哨里边没有他们。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出去抓人！马处长，刘县长，这新化地界你比较熟，你觉得李霞会藏在哪儿？我虽然离开新化有几年了。
但是对这里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我觉得李霞应该只有一个地方可去，哪里？六合堂。赵大哥，这是我没整理完的你的一部分笔记，你拿着。谢谢你，李霞兄弟，这么危险的时候，你还替我拿着这个，怎么样？伤好些了吗？ 没问题，大哥，我得走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建议你啊，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走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不能留在这儿。那也不能走啊，外面太危险了。那天在报馆啊，我看到门口盯梢的几个人，就知道我是凶多吉少了。我不能在这儿拖累你们。你哪儿都不要去，就在我这养伤。过两天呢，我送你去菜刀，那儿更安全。 刘先生，到了，就这里吗？是。给我围起来！那几个去后门。不能走。几个，你在这儿，我守住啊！ 哦，他有人到前厅了，快走！哎，起来！ 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有什么公干的？廖掌柜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马处长。你的好兄弟李霞是共产党，我们马处长抓捕他的时候，他被人救了。我就想问问廖掌柜，你知不知道李霞现在哪里？我还真的不知道。 我最近在家一直在替张司令啊修复万里江山图，你也用不着把张司令给我抬出来。现在谁阻挠抓捕共产党，就是跟国民政府过不去。我没有阻挠，我只是告诉你事实。事实？对。我不相信你说的事实。 这个李霞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。给我搜！是，等等。马处长，在兴化众所周知，刘县长跟我有仇。请问刘县长，你是想公报私仇？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一会儿抓到了李霞，别说张司令，到时候谁？ 李院长、马处长，手里发现的收获了，就这个房间烧了锁。廖掌柜，把门打开吧。刘县长，这可是我廖家祠堂啊，也要送。打开！是，等等。这个屋子供的可是廖家的列祖列宗，我看谁敢进。
我觉得你也是个共产党。啊，马处长，这位叫廖回，是廖掌柜的弟弟。哎，你说有意思了，你说这李霞被不明身份的人救走，偏偏这个时候你回来了，怎么那么巧？我怀疑救李。马处长，发现李霞了。撤！刘天秋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难得你们哥俩又凑齐了。我正想告诉你们一句，我祖籍苏州，本姓孙。我们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吧。站住！别跑！干掉了。